同学们好，我们接着来看本节的第二个考点——评估固有风险等级。这个考点是本教材新增考点。那么大家看看，在第七章第五节当中，我们一共有六个问题，请看第二个，就是老师马上要带着大家展开的评估固有风险等级。那么这个固有风险等级如果是最高级别呢，就跟下面一个考点有关系，所以这个。 第三个考点和本考点有关联，我先提示一下，所以先把这个固有风险等级的考点要掌握。如果说这个固有风险等级如果是最高级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特别风险。当然呢，特别风险还有另一种，就是根据其他的审计准则来确定的，其中就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评估的固有风险等级是。 接近或是等于最高级的时候，它就是特别风险。OK，这个第二个考点在本节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啊。下面呢，我们会给大家从三个方面展开。在展开之前呢，还有四个词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接下来看讲义、听老师讲内容，然后你做题，你就要把这四个词要分清楚的。固有风险这个概念呢，最早是在我们教材的第一章第五节的。 那么固有风险等级呢，是本节要去展开说明的。那么固有风险等级呢，其实和固有风险因素是有关联的。那固有风险等级呢，和固有风险水平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但是他们都不同啊。我们提醒各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展开。先来看，我们在了解、识别、评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有认定层次，有报表层次。 但是固有风险的等级的问题属于认定层次，请看。所以评估要求的第一句话，在评估与特定特定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相关的固有风险等级时，那就说明我们固有风险也好，固有风险等级也好，这些概念当然是认定层次的。我们在第一章第五节给大家讲过啊，重大错报风险有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 除了重大投保风险之外，比如说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它都只有认定层次。所以，我们把第一章的内容和这里要链接，或者是要跨章节打通，来加深理解。好，那我在评估这个等级时呢，我是从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这个内容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它改变的不是咱们此时在备考学习，改变的是实务工作。 就是说，呃，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要评估你报表的那么多项目，哪些项目哪些认定，它的固有风险等级，你不能说一个最高级都没有，是不是？那么肯定有固有风险等级的最高级或者接近最高级的。那好，你得有一个结果，等于说就像医生的诊断书，你不可能说啊、呃，我审计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那么多内容，那么多项目的相关的认定。 一个固有风险等级是最高级的都没有，不可能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哦，那你要是评估为最高级的话，你是怎么来评估的呢？A 提出的要求是综合起来，就是综合，综合哪两个因素呢？一个 A，一个 B，一个 A，一个 B。好，我们先来看看，举一个例子，你说乘坐飞机的这个，啊、呃、不安全的。 固有风险等级，请问是不是最高级？我们生活当中都知道，飞机掉下来的可能性是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呢，一旦掉下来，影响程度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先把它拉到生活当中理解。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在乘坐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它的固有风险等级是最高呢？是最高等级呢？ 不是吧？要试的你还敢做吗？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最高等级？因为它的掉下来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根据有关部门啊，或者我们了解到的，是说这个飞机掉下来，它的可能性是最小的。好，当然我们知道，一旦掉下来或掉不下来，风险是很影响程度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固有风险等级就要综合两个因素，请注意。 综合两个因素来考虑，这个综合起来考虑呢，就要职业判断，就有难度，啊，这是评估的要求。这个要求一定要强调综合起来，这应该是二零二三年的一个考点。选择题观点，请大家注意。好，先把这一句话，老师告诉你，这是一个考点，新的内容，新的观念，不仅是影响我们考试，还影响实务工作，你怎么来评估，对不对？同时呢，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错报发生的可能性是一个因素，因重要程度是先可能，再谈重大程度，有一个逻辑。我们不懂也要装懂。如果飞机掉下来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我在研究它的影响程度。现在先谈可能性，再谈影响程度，没有谁规定，这就是一个内在的逻辑，搞清楚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好。 那么，如果我们综合起来考虑，在我 A、B、C 事务所审计甲公司财务报表啊这个项目当中，我就要把要对固有风险水平做一个判断。我们刚才呢，等级有高、中、低。那么，注册会计师啊，对固有风险水平在一个范围内做出的从高到低的一个排序。所以，这里有两个概念出来了：等级和水平。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可能性和重要程度的一个综合影响，我们要对固有风险在一个范围内做出一个从低到高的一个排序。那么，把等级相对而言，把等级最高的，那你就要应怎么应对，是不是？所以，固有风险等级和固有风险水平，它是有一个关联的吧？对。那么，考虑的因素呢，请大家注意，我要考虑被审计单位啊，它的性质。 具体情况，因为刚才讲了固有风险的等级是要职业判断的啊，职业判断，你要做出一个职业判断。好，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从哪些角度呢？首先要看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是什么性质？所谓性质，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行业嘛？对吧？比如说，大家要注意食品加工行业。 食品加工有一个行业，对吧？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知道乳制品，哎，啊，乳制品它也是可以把它划分为食品加工行业当中的啊。还有呢，我们说说大一点啊，钢铁它是不是这个行业啊？哎，它有行业吧？那么汽车，对吧？家用电器、家用电器等。 它都有行业，所以被审计单位首先有在什么行业，行业有什么什么周期，它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注意啊，这些行业的问题、经营活动的问题，还有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具体情况。具体情况，我们说，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么，在二零二三年的春天，我们就知道汽车特斯拉的降价，它就是一个具体情况。 还有呢，哎、呃，这个美国的什么银行的破产，它就是一个情况，对吧？它不是通常发生。那被审计单位，哎，这个情况，从大的行业的和被审计单位具体的，好，这一句话我们是一定要分的，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呃所处的环境，这个情况固有风险的因素就不一样。所以这句话包含了很多的含义啊，请大家注意。 在做出判断时，应当考虑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考虑错报发生的可能性。啊，我们打比方，飞机掉下来的可能性，这个是很小的，是吧？很小，但是它影响程度是第二个因素是很大的。好，那么还有呢，固有风险因素 A、B、C。 你看啊，如果这是低，这是一、e,，那你怎么来考虑固有风险等级呢？现在我们说固有风险等级，你应该怎么来考虑？首先是低和一、e，要看我审计的甲公司它的性质和具体情况。甲公司，比如说是周黑鸭、良品铺子，和甲公司是蒙牛、伊利、光明肯定不一样，对吧？甲公司是什么呢？哎，这个宝钢股份，甲公司呢？ 是我们说特斯拉还是比亚迪还是这个啊一汽大众不一样，对吧？还有呢，呃，电家用电器的也很多。哦，这个内容这就这一句话，在有一个铺垫。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考虑什么可能性、重大性和固有风险因素这种考虑的因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考多选题啊？ 可以的，啊，你应当考虑你在评估固有风险等级的时候，你要考虑什么？你看，你要评估固有风险等级的时候，你要考虑什么？做出职业判断，除了这个 A 和 B，除了可能性和重大性，你还考虑固有风险因素，然后你要考虑，首先你要考虑被审的单位它的性质和具体环境、具体情况。这是一个呃，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再来展开。 首先是说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叫 A，A 是呢，第一个就是我先要看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发生的概率啊。我们说生活当中，我们说，哎，我们就买彩票，想中五百万。我们知道它发生的可能性呢，就是说中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一旦中奖呢，它的影响程度也是很大的。我们会什么？会？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对吧？中了五百万，好，就是说啊，首先考虑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我们要考虑发生的可能性呢，注册会计师就应当基于对这个固有风险因素的考虑来评估它的概率。你说中五百万，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为什么？啊，它固有风险因素，我就要考虑固有风险因素。好，第二个程度就是我们所说的。 首先是看可能性，不是首先看重要程度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再看重要程度，在确定重要程度的时候，重不重要有相对有绝对，那我们说有定性和定量。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推而广之，把它作为生活的常识。我们要评估任何的事情重要或者是重大。 我就傻傻的想说一个事情重大和重要，我们都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的。定量当然是指金额大小，定性更多的是这种性质和情况带来的影响。谈定性的时候，傻傻的想，就是说，哪怕它金额不重大，它的性质重要，它也是重要的。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呢，是一种逻辑思维，是一种思路。 为什么是一种思路呢？呃，此时你听一下。那么，在十八章第一节，我们一定还会谈，就是说，我会评价一个错报是不是重大，不见得是从金额的。就说金额超过了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我们在第二章讲的那个杯子，这个错报的金把杯子装满了某一个错报，它不一定是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那种错报是重分类的，比如说。 举个例子，你现在就记住，它的金额大不大？大不见得重要。为什么金额大不重要呢？因为它性质不重要。那么是什么事项？能不能举个例子啊？不但要老师要给你举，你还记住。比如说，我们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啊三十一号，请注意，就我假定我审计的是二零二二年的财度报表，三十一号被审计单位呢，它的在建工程。 已经投产，产品啊生产已经进行，产品已经生产完工销售，这个货币资金已经流入了，实质上已经交付使用，但是呢，他未办理什么，未办理竣工决算这个手续，所以呢，被审计单位他就没有结转到固定资产，啊，就未结转。 未结转到固定资产，应当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你要暂估固定资产的价值，结转暂估价值就是借固定资产，贷在建工程。他没有，没有的原因呢？注册会计师也跟被审计单位管理层沟通，他说我这个手续呢，在一月份或者是说在什么时候，很快就会办下来，我会办理结转啊。 但是呢，这就是一个错报。你要说它是不是错报？没有按照会计准则就是错报。它是一个什么的错报呢？分类，它是一个未恰当分类的啊，未恰当分类，我就写个未分类的错报。但是这个错报它对我财务报表的影响，我从定性的角度，从这种性质和情况来看呢，它对我的资产负债表来讲没有影响，因为它固定资产和 在建工程都是非流动资产，它不改变我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运资金的比率，对吧？它也不改变我营营运资金，就是、说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这个金额，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这个不改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运资金的数目都不影响。而且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你没有结转到固定资产，那么呢，就是结转到固定资产，你也不提折旧。 所以，对二零二二年的报表来讲，利润表也没有影响。好，金额有多大呢？假定财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是五百 W，它的金额是五千，金额肯定是大，但是性质不重大，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不重要。它就是重不重要的程度。整个教材从第一章到二十章，甚至到二十一章，为什么还有个二十章呢？ 二十章我们还要评估重要账户啊交易的，重要账户和交易的这个内部控制，就是说我们要识别重要的账户的交易的内部控制，也是从重要性，也是从定量和定性。所以这个内容啊，我们要考虑一个错报的重大程度。整个教材是一个意思，两个角度，定量定性。 通常来讲，金额超过了多少多少就是重大的。它通常这是从定量的角度。那么定性的角度呢？两个意思：第一，有的金额超过了，比如说这个五千万，它不重大。哎，有的金额小于，比如说有一个舞弊二十万，这个舞弊是金额是二十万，大大低于五百万，它它是重大的。它是定性是什么？定性是金额低于的。 是重大，反过来是重大的，因为它性质重要。定性还有一个是意思，它的金额大于的，哎，它不重大，好奇怪吧？对，你看啊，这是第一个，金额是五千万，没有重分类，它的性质，所以是不重大，因为对财务报表不带来重大影响。哎，第二个它是舞弊，所以不管它金额多少都是重要的，这就是从性质或情况。 啊，什么情况啊？这个年底固定资产应该我应该暂估，让暂估的价值在建工程结转的固定资产我没有结转，就有这么一个错报。注册会计师对这个错报，你应该怎么来给他评估呢？他怎么是不是重大的错报呢？对财务报表你发表的意见有没有影响呢？那这个问题很具体，对不对？回答是没有影响，啊，不改变盈亏，也不改变关键的比率和指标，对吧？流动比率、速度比例、营运资金。 都没有改变，整个资产的状况也没有改变，对吧？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而且呢，呃，它是在第二年，它会按照呃办理竣工决算的这个在建工程结转到固定资产，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要用职业判断呢？其实这个问题你就不能一刀切，你就不能一刀切，简单粗暴啊！只要金额大的就是重大的，不是这样的。好，这个老师由于这个内容呢，它句句话都是很绕。 它又是很重要的，涉及到给它定性，就是相当于大是大非了。大是大非的问题呢，我们不能摇摆，但是我们得有一个原则了，不能说哎都可以，不可以的。所以你们在呃，老师会在十八章第一节还会给大家讲，然后在二十章也会涉及到，就是这个定量和定性的评估。 他一句话，你只不能停留在文字上，要记例子去理解这些文字。你停留在文字上，一看你不一定搞得懂，是吧？好，第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一定要考虑 A 和 B 的什么综合？综合的，请看啊，综合起来，对于可能性和重大程度，我们是要求综合起来的。单个的看不一定重大，对吧？要综合起来。 好，综合起来，这是不仅是我们考试要特别注意，其实实务工作已经体现出来。有的事务所他在看这个准则，他就跟我们交流，他就说这个怎么来综合，对吧？就说你们要有一个职业判断事务所。好，咱们来看，刚才说了，这个可能性是 A，谈的可能性之后再谈重大程度，a 综合起来，综合起来来评估它的等级。 综合影响程度啊，综合起来的影响程度高，等级就高；反之，综合起来的影响程度低，哎，这个等级就低。它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句话，这是老师给你拎出来的。如果我评估的固有分风险等级较高，并不意味着啊，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都高。A 和 B 是要综合的，它综合就是一个形成一个交集。 什么叫交集？假定说这是可能性，这是重大性，就说可能性它有它的一个运动的轨迹，比如说它的可能性是这样运动的，假如啊这样运动的，哎，它的重大性呢？大家注意，它的重大性呢是这样运动的，你看它就有交集，对吧？它就有交集了。那么我们研究的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哪一个最高，在可能性和重大性中取一个最高点，最高等级有有一个排序，在什么时候它是最高的？那么有的同学研究这个呃这个股市的 K 线图就更清楚了，两个音量，一个交易量，一个是价格，对吧？交易量、价格两个两个量，好，这种情况它就有交集。那我只是给大家说啊，就是、说一定是要综合。 影响，比如说这是可能性，这是影响程度，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它有它的轨迹；影响程度，它也有它的逻辑。那么有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比如说它的可能性这条线呢，它是这样的；影响程度呢，没有交集性，对吧？就说你不要，比如说，请注意，音乐废时啊，有没有可能性？有，假定说的可能性是，哎，是这样的。 但是影响程度是这样的，它没有交集，就是、说我喝水、我吃饭不会把自己噎死。理论上，吃饭喝水可能会噎死，但是噎住不会噎死啊，就是吃饭喝水可能会噎住，但是死不了。这是死的可能性，它的运行轨迹跟这个发生呃吃饭喝水噎住的可能性呢没有交集，所以你大胆的吃饭喝水，对吧？因为评估了它的等级呢。 是很低的，从综合角度来讲，它没有交集，懂了吗？对。那么我们吃饭，呃，这个噎住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通常有，但是影响程度大不大？不大，从来没有搞死，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呃，大家理解啊，理解。我们只有把这种，其实这种东西错报的发生，给我们出现一个危险的发生。 是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审计才有啊。好，那么在这里两点说明：，请第一，错报发生的可能性；，a，再来谈影响程度，在等级上的交集确定了他们的等级，没有交集就固有风险等级就低，有交集了以后，我们再从低到高排，对吧？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啊。第二，评估的固有风险等级较高。 也可能是 A 程度啊和 A 和 B 不同的导致的。什么叫不同呢？A 低 B 高，那个 A 和 B 都是中等，A 高 B 低，就是综合不同的组合而成的。好，OK。下面呢，大家注意。 那么，将重大超包风险按固有风险等级，固有风险等级是几个因素的综合考虑的结果，我们已经评估出来了，从小到大的排列。那么，我们现在要了解被审计单位评估的是重大超包风险，请注意啊。那你重大超包风险是什么？其实是固有风险很高，你有没有控制住，所以呢，这个重大超包风险三就高。现在它反过来，现在我们第七章啊背后的准则幺二幺幺哈。 他就要求我们，你去审计前，你看到了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在你审计前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就是它。那么、个、最大的这个可能性，我们要识别，要去评估，好像就是说要你比较具体的去说明，你要按固有风险等级，好，你重大错报风险哪些项目重大错报风险高，好，你把固有风险等级考虑了没有？他要你来考虑。 哦、他说：“按固有风险等级的类别进行划分，这不能不划分。就是、说重大承包风险，不能说都是高，都是不高，都是低，不行。哪里高哪里低，何以高何以低，是由于固有风险等级。那你把这个划分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如果固有风险等级最高，啊，假定说最高高最高最高。最高”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我们注册会计师应该怎么应对呢？他是这么说的：未制定适当的、适当的应对策略，它的固有风险等级最高。其实就是有一句话，你你的内部控制就搞不定它，你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因为它固有风险等级很高。然后你怎么就控制都控制不住，那意味着你接下来要以什么方案呢？ 恐怕，因为它固有风风险等级天生就很高，你指望去控制它是控制不了的，对吧？那么我在审计的时候，我对这些项目固有风险等级高的，我就要采取什么呢？实质性方案。言外之意，我更多依赖实质性程序呗，对吧？我先把这个问题给你刺破，他到底说什么？好，再来看，他说为了制定适当的应对策略。 注册快递是可以基于对固有风险的评估，然后将将这个重大错报风险排列啊，固有风险等级低到高还是高到低？从低到高，那高的我要进行重点的应对。这个天生就是高风险的，你怎么就控制它是控制不了的？那么我就得什么实质性方案，因为它固有风险等级高，内部控制搞不定它，知道吧？ 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注册会计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等级。哎，你可以说最高、较高中这个描述。好，第三，不论使用的怎么去描述，我的目的呢，其实就要把重大错报风险给它排列清楚，因为我们审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就说我们把重大错报风险按固有风险等级，我给它做一个划分，接下来我就有效的审计资源就用在这个。 固有风险等级较高的重大车保风险当中，哎，你怎么较高呢？我通过对较高的固有风险等级的重大车保风险实施程序，或者是使你成为实施程序的依据，或者是决策的依据，对吧？啊，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啊？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好。 评估了固有风险等级，我从低到高，然后呢，固有风险是相当于是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我对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我们以前审计准则修改之前，我们是这么来的，啊，Y 是检查风险，X 是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K 呢是审计风险要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我们以前的模型就是 y 等于 x 分之 k，这个 x 是认定层次的重大承包风险，是注册会计师评估的。如果我们评估的时候说，哎，你高呢，我检查风险就必须低，那我的程序呢就要多，我的证据呢就要多。那现在呢，他要求你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你评为高，为什么高？对吧？哎，其中你按照固有风险等级你排。 分区分了没有？你说本来就高，我认为高，依据呢？所以它这个固有风险等级就是我们去啊具体的对重大承包风险各个认定的重大承包风险你的依据，因为我们对重大承包风险背后的形成它的缘由的固有风险我排列了，从低到高。 所以，这个固有风险等级的概念，其实就是说，哎，是其实是导致重大突破风险的缘由是什么，对吧？缘由固有风险等固有风险等级高，固有风险高，哎，我没有控制住。其实有的固有风险呢、啊，你怎么控制都控制不了的，知道吗？比如说，鸟为食亡，你让鸟不吃食物，这是不可能的。人为财死，君子好财，取之有道。 所以呢，你说，呃，有些问题我们就不展开，对吧？你要知道，有的是控制不了的，或者是很难控制到理想的效果的，对。好，这个是固有风险等级，很哲学的概念了，对吧？好看黑板，在新的教材当中，我们之前评估的重大自付风险，它要求你的重大自付风险，你说这个水平高，何以见得？依据什么？因为我们将考虑了。 这个重大承包风险背后的固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啊，以及重大程度综合起来，我们给它的一个排列从低到高。那么我之所以说它高，是因为它的等级高啊。这个审计的实务工作就要下沉，就更加的要具体，它下沉而不是表面的一个评估了的这个意思。好，那么固有风险等级不仅影响我们本节的第一个考点。 因为它固有风险等级是对第一个考点认定层次的重大承包风险，你凭什么说它是高风险？是因为我从这个五个点，特别是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影响程度这两个点综合起来评估的。对，好，如果我真的评估的固有风险等级是最高级，那这种风险就是特别风险，那就是下面的第三个考点的其中的一种。 好，接下来第三个考点也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哈。就是在确定特别风险时，我考虑的事项。那么之前的我们考虑什么非常规交易判断事项，现在他考虑什么呢？固有风险等级和其他审计准则。对，当然固有风险等级高，对于特别考虑的风险，我还特别考虑了什么呢？我还要特别考虑非常规交易和判断事项。 因为非常规交易和判断事项也是影响固有风险的因素，对吧？好，那么对于特别风险，我还要不要去了解它的内控呢？我要不要去测试它的内控呢？或者对于风特别风险的内控，它实际上还有用吗？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本节的考点啊，在每年几乎就是百分之百要考，你一定在基础班要搞清楚。 哪些考点是今年新增的、非考不可的？哪些考点是今年修订了的？它从来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对吧？它也是要考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哪些考点它是不考的，不考的老师就不跟你讲，懂了吗？好，那么什么叫特别风险呢？这是重大的修订啊！你说我现在再跟你说，一定会考的，你要相信一定会考的。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对吧？ 我天天跟你说，你不相信，对吧？所以你要很聪明，啊，我老师不说，你都要知道这个要考啊。请看什么叫特别风险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重大错报风险，特别风险是重大错报风险。一旦谈到重大错报风险，它就有两个层次，报表层次、认定层次。是的，那特别风险呢？它有没有两个层次？废话。 它就有两个层次。好，那么有的同学就开始了，有的同学基础好。老师，舞弊风险呢也有两个层次，不是说一定某一个舞弊的事项同时有两个层次，但是你要考虑它的报表层和认定层。好，特别风险首先是什么风险？首先是宇宙下最奇葩的风险当中的风险。好，宇宙下最奇葩的风险就是重大错报风险，它太特殊了。 知道吗？它两个层次独立于我右手的存在啊。第一章第五节的，好，首先把特别风险，特别风险是哪一家的？是他的，是重大错报风险的。由于重大错报风险，我们要评估它的固有风险等级，所以我们第一个因素就是什么？根据固有风险因素，对错报发生的什么可能性是 A，影响程度是 B，然后呢，我们综合考虑。 它已经接近最高级，红灯亮了，红灯，或者我们插一个红旗，啊，插一个红旗，红旗在珠穆拉玛山，珠穆拉玛山的山峰，啊，插红旗了，这个是最高级。你开玩笑，亮红灯了、啊，对吧？固有风险等级，比如说刘老师啊，我每年我们单位呢也给我们体检。 现在的呃，这个体检报告啊，是一个电子版。电子版呢，开始就是一开始就给你一个总的说明，就是一个人是吧？然后呢，我有很多器官都亮灯了，对吧？它是亮灯了，呃，不是最高级啊、哦。比如说有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对吧？然后呢，呃，你有甲状腺结节呀、啊，反正死不了哎，有风险，但是是不是致命的嘞？每年体检都可能查到同事啊。 有的同事有什么癌症呢，对吧？那他固有风险等级呢，就是很高了。然后单位的要求，他马上住院了、啊，是不是？这个也有，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啊，自己的未来。但是呢，生活呢，我觉得是无处不内控，是不是？比如说老师这个身上有有灯啊，有灯，呃，可能性大不大？大，有很多点嘛，红灯，红点点。 就是你这个体检，那营养程度大不大？我认为呢，死不了，就是不大啊，死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固有风险因素，什么因素？这个一个事情和一个情况使你发生错报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然后呢，达到了或接近了最高级了，最高级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特别风险了，就亮灯了。 有红旗在那插着，对吧？听懂了吗？好，第二个呢，就是审计准则规定的，应当将其评估为特别风险的有三种。第一呢，十三章第一节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舞弊风险，这个是整个教材要不断的归纳总结啊。就像累计考虑，我们我们从头到尾都要去谈这个事情，要唐僧要念这个经啊，唐僧念紧箍咒。 要不停的练，<laughs> 对吧？所以舞弊风险，就是根据审计准则这个十三章第一节的 CSA 幺幺四幺啊，根据幺幺四幺号舞弊风险就是特别风险，对。还有呢，在十三章第一节，管理层凌驾于制度之上的风险就是特别风险。我特别风险要特别应对，你常规的询问、检查、观察这些、个、程序搞不定他的。 啊，特别风险后面评估了、诊断了，就要特别应对。我们知道，就是在呃生活当中，你都知道，或者你刷这个抖音呐、啊，或者是微信呐、啊，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啊、呃，六十岁一个美女哦，她已经是癌症，但是她在抗癌的路上呢，她就很多的这个拍了很多视频，所以她就是哎，就是说我们怎么去？ 应对这个舞弊的风险和凌驾于制度之上的风险。哎呀，我是一种常规的固有风险等级不高的疾病，还是一种癌症呢？治疗就不一样啊，他就要怎么样？他说他的已经是晚期，没办法动手术，然后呢，医生就给他放疗、化疗，对吧？所以他的风险呢，就不是吃药打针了，放疗、化疗了，他就对着特别风险，他的程序就是不是常规的询问、观察、检查了。 我评估，我诊断，就是为了应对。好，这是两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十七章第二节的，就是关联方交易当中，不见得都是特别风险啊，它就是什么超出正常重大关。首先，它也是关联方交易啊，关联方交易当中超出正常重大的。 那么不管它有没有舞弊，我们都因为它的固有风险等级太高了，所以我们把它作为特别风险。啊，特别风险呢，目前在我们教材里明确的规定的，根据审计准则，两个审计准则，一个关联方审计的，一个是啊，一个是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考虑舞弊的，考虑舞弊的事项，十三章第一节两个，十七章第二节一个。那么在十七章的会计估计呢，到底是不是特别风险？我们。 按照现在的这个评估来讲，会计估计它存在着固有风险因素，它的发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影响程度大不大呢？综合起来大不大呢？我要评估，这是特别风险这个地方，它是教材的一个承前启后，不断的去重复啊，是归纳总结的，它有穿透性，看到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重大这部风险是第一章第五节的，特别风险是第七章第五节的。那你说根据审计准则，还有的是特别风险的。 十三章、十七章的，他没办法，他教材不能写一章，他必须分章。但是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说那个事情。好，接下来我们说，呃，如果我从固有风险等级的考虑啊，他说接近和达到他的最高级，那就是特别风险。按照这个啊，特别风险的判定，就医生跟你这个病人诊断，他有两个标准，对不对？两个标准，第一个固有风险等级已经是。 啊，在评估固有风险等级时，呃，考虑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我们从低到高排列，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有一个胆里面有一个石头，有没有固有风险因素？有啊，胆里面有个石头，它的影响对我身体的影响较低，那我评估的啊、呃，这个固有风险等级呢就较低。那怎么办呢？胆结石是怎么得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是。 像刘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是任性，不吃早餐。我不吃早餐，我就去上课了。那么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我都不吃饭，我来上课，我多革命啊！好，不吃早餐，喝水又不多，去上课，然后呢就得胆结石，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各位同学啊，你来听课的时候一定要来杯水，要吃点东西，一边听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听课，对吧？早餐不吃，那么容易得胆结石。后面呢，呃，我我。 你得病了嘛？医生跟你说了一些，哎，评估我怎么得胆结石啊？难道是我喝的水不干净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哦、呃，这个固有风险因素越低，我的等级呢就越低。即使得了得了胆结石也没什么，也不要恐怖。什么叫不恐怖呢？什么叫恐怖呢？死不了，对吧？医生能够搞定这个这个问题，了不起，做一个手术把它取出来，对吧？而且往后呢，你的胆结石的石头不大，你往后改变你的。 生活习惯让它不长大，即使在那里头也不妨碍你。目前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好，告告诉大家啊，有没有固有风险因素啊？你胆里面有个石头，有影响怎么样啊？不高。那我的等级呢也是越低嘛。这个大家注意啊。好，接着来看，那我要确定特别风险，那我就要看将其确定为特别风险。 我要考虑什么？他就这样的，刚才讲了固有风险因素、固有风险等级。如果说你在评估固有风险因素的时候，会导致你较高的固有风险等级，首先是较高的固有风险等级当中，我可能将其确定为特别风险。话说回来，固有风险等级等于和接近最高级的时候，我们应当将它确定为特别风险，是不是？ 好，那么什么因素呢？有哪些事项呢？比如说，你交易有多种即可接受的会计处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哎，这个存货计价，对吧？固定资产折旧，你本身这个交易还有收入，你本身这个交易呢有多种可接受的处理，那么涉及到主观性，这是第一个，你记交易的确认涉及到会计处理涉及到主观性。第二。 会计估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说它的模型复杂性，它这就是它的固有风险因素。这些事情会导致它固有风险等级较高。先要有病因。举个例子啊，固有风险因素，比如说石头，是吧？胆结石，胆里面有石头，这是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呢，哎，带来的是它的结果。这个因素啊，这是因素，因素影响等级。 知道吧？好，那么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因素呢，往往是你的等级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你一笔，比如说重大的交易，你有不同的可接受的会计处理方法，你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你这个选择具有主观性。第二，会计估计天生就有不确定性，有的会计估计呢就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还有复杂的模型的计算，还利用专家的工作，甚至第三呢，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较为复杂。 第四呢，披露涉及复杂的计算啊，财务披露属于我们财务报表确认计量列报当中包括披露。好，会计政策存在不同的理解，还有被审计单位业务的变化涉及会计,会计处理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合并和收购，这个就是固有风险因素。对于财务报表来讲，那么它可能导致我啊固有财务报表的错报的固有风险等级是比较高的。这个内容也是新的。 各位同学，先要知道很重要。第二，理解；第三，搞定，对吧？好，那么在考虑特别风险控制的时候，就特别风险的时候，你要不要考虑控制的抵消呢？两个问题啊，不应考验它的抵消。为什么？特别风险，你怎么就控制就控制不了它？你说你特别风险，我要去控制你。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谁都不能吹牛，我往后不得癌症。 如果癌症呢、啊，这个病情固有风险等级高，它的固有风险因素，我们科学家也没，医学家也没有研究清楚。那我们说，我们有人就说，我吃什么东西我就不得癌症，这个就是夸大了，是不是？我怎么去控制？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观点啊，如果说是特别风险，注册会计师不用考虑控制对这个特别风险有多大的效果，你不要去考虑它能抵消。言外之意。 很难抵消，你知道吗？这不就是真理吗？对于固有风险等级最高级的事项，好，或者是存在固有啊、呃，甚至是舞弊的事项，你靠控制去抵消它，抵消不了。这是真理，这是人性，知道吗？这是真理，你要接受。对于特别风险来讲，也就是说，我虽然设计了内控。 知道吗？设计了内控，哎，我了解内控，预计有效，我控制措施有效，我对特别风险，我肯定是要做实质性程序。好，非常规交易和特别事项导致的特别风险，其实非常规交易和特别和判断事项就是固有风险因素，它是什么东西啊？从现在教材修订，它没有提，但是它的本质就是固有风险因素啊。 会有风险因素，非常规交易是的，判断事项是的，就是它的天生就容易出问题的。你搞设不设计控制，它都容易出问题的。好，教材在这个部分呢，它没有修改，还是放在这里了。非常规交易是什么？是从金额和性质异常来讲的。比如说企业的这个诟病啊、重组啊、重大的会有事项啊，是指由于金额和性质异常而、呃、不经常发生的交易。 它是固有风险的一个因素，没问题，肯定是。虽然教材没有说，对吧？肯定是。那么，如果非常规交易具有下列的特征，与重大非常规交易的特别风险可能是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就是说，从审计实务也讲，从咱们考试来讲，如果下列因素出现，你就得把固有风险的等级评估评估为较高，把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较高，你在这里给他一个红灯。 红灯提示你，红灯红灯亮了就要停下来，对不对？红灯好讲到这个红灯，比如说红绿灯，大家知道红绿灯是不是？红绿灯，哎，我们体检报告里的红灯，体检报告这个现在哎、呃、在体检报告当中。 这个医生呢、啊，他运用了这个风险的等级，红灯，呃，没有红灯就证明是绿灯，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呃，从听课的考生朋友，你也稍微的想一想，你要关注一下你的父母、家人，是不是？父母及家人、家长啊，家长、家长也行，就是说，哎，他们的体检报告你拿来看一看，啊，一般都是电子版啊。 电子版只要是正规一点医院，它是电子版的，哎，它有很多很多的亮的小红灯，对吧？那就是起码是重大成分风险是较高的，别说是最高等级，起码是较高的。多关心一下，通过你学了这个，跟着刘老师学这个审计哦，哎，怎么特别风险、固有风险等级最高级较高的？ 你就想到哦，原来是亮了红灯，身边的家人啊，包括父母啊、啊亲人呐、啊、其他的朋友啊，多关心一下。亮红灯了怎么办？哎呀，亮红灯了，你在马路上开车，亮红灯就要停了、啊，就要歇一歇啊，别那么劳累啊，这个生活里面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多么有哲理啊，对不对？是的，看到吗？ 在这里啊，听到听歌听到这里的要记得老师给你的一种叮嘱啊，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人呐、啊、就是人不是铁，是吧？所以红灯呢，就要求你怎么样停，歇一下啊。红灯就要求你停下来歇一下，调整一下自己，把身体来调整一下。对，好，这个内容呢是第一次写的教材啊，就是说，哎。 这下面的情形就是有相关的啊，与重大非正规交易相关的特别风险可能是较高的，或者固有风险等级是较高的。好，哪些呢？管理层过多的干预、会计处理、操纵报表。好，干预我们会计处理应该怎么处理？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的制度，你不能说听他的，你是听会计准则的要求呢，还是听你这个管理层的要求呢？对吧？ 这个干预听得懂吧？我按照会计准则去确认计量列报，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会计人员的一个呃两难啊，会计人员两难。什么叫两难呢？真正的搞实际工作搞财务的财务老总就很难，就是说我按照这个事情按照会计准则去处理是我应该做的，但是领导有另外的意思，那我是按照会计准则去。 做呢还是听他呢？我听他吧，我知道这个违背了会计准则；我不听他吧，后面的效果我就不说，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第二，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受到更多的人工干预，证明你这个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啊。第三呢，复杂的计算和会计处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有这个机会，对吧？机会去。 操纵第四呢，非常规交易的性质可能是被审计单位难以对此产生特别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对吧？难以你控你明知道你控制不了。这四个内容一二三四是新的内容。好，判断事项大家注意，什么叫判断事项？我们很熟悉啊。他说，通常包括做出的会计估计，对吧？会计估计好，主要是计量的问题。 计量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呢，会计估计的问题，它就是十七章第一节，也包括第九章啊，第九章，比如说第三节、第九章第五节，因为除了会计估计的事项是在十七章第一节专门谈各种各样的会计估计之外呢，我们的收入的确认其实也也有一些模型啊、数据，所以它也要有什么会计估计的。好，原因是什么？ 因为对涉及的会计估计、收入确认的方面的会计准则存在不同的理解，它有很多种情形，在不同的情形下，我是怎么来处理这个？我们收入的准则也是很，呃，具体也谈到了很多种类型。第二，所要求的判断可能是主观，或者是需要未来做出假设的。好，第四个点呢，大家读一下题目，是考虑于特别风险的控制。 请注意这句话呢，和前面讲的有一点容易搞混，因为我发现有的同学问我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他是这个没搞清楚。请看啊，他说不应考虑控制的抵消效果，就是说有的固有风险等级的，你怎么就控制它，控制不了。我们有一句话，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所以你对小人，你通过控制的控制他，控制不了，他是人性的问题，对吧？ 好，不用考虑控制的抵消，但是要不要考虑特别风险的控制呢？要，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里是说考虑特别风险的控制，前面讲的是不用考虑。对于特别风险来讲，它的控制、内部控制如何设计和执行都抵消不了它的。啊，我们说，哎呀，真的制度只能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就这个道理。但是我要不要了解特别风险的控制呢？要。 应当了解特别风险的控制。好，了解内内部控制这个内这个风险点呢是特别风险的。了解就是要评价，了解评价这个控制设计是有效的吗？正在执行吗？Yes。好，那就叫预期有效。预期有效，根据审计准则啊，我们就应当做控制测试。控制测试呢，你回答要么说 Yes。 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不 yes，对吧？特别风险的控制，我要不要了解呢？要。我了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它设计是能够防止发现纠正错报的，但是它没执行，就是不 OK。或者它设计就是不有效的，也是不 OK。好，你了解特别风险的控制，就要回答是 OK 还是不 OK。这两种情况下，我接下来的。 应对不一样。那么大家看，如果说我了解特别风险的控制是 OK，那我接下来是应当做控制测试。如果控制测试的结果是 OK 呢，我就按原计划做较少的实质性程序。如果是不 OK 呢，我就要修改原计划，较少不行，要增加，因为这个实质性程序要多。这是解综合题里面要涉及的啊。 其实就是程序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好，再来看特别风险的控制，我要不要了解呢？要，我了解了以后要评价，要么 OK，要么不 OK。如果不 OK 呢，那我就直接实施较多的控制测试，呃，实质性程序。那当然不做控制测试，对吧？控制测试没必要做，它就这么一个大道理。其实这个大道理呢，在整个教材一到二十章都有的。二十章没有实质性程序，但是它有控制测试。 好，接着来看第二句话。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相关控制的设计，并确定是否得到执行。如果，请注意啊，如果设计 OK，得到执行就是我们预期有效；如果设计不 OK，或者是设计 OK 没有得到执行，就是我们这里的不 OK。啊、哦，在第八章呢还会谈到对于特别风险的控制，我要不要测试？如果了解内控预期有效，就要测试。那你的测试？ 你是能不能利用以前的呢？不能，你的测试必须来自本期的程序。对，好，接着来看第三个，与重大非常规交易、重大非常规交易啊和判断事项，其实他们两就是最典型的固有风险因素，很少受到日常的控制约束。日常的控制能够约束谁？君子。日常的控制。 啊，能够约束君子，但是非常规交易和判断事项，他是小人，你控制不了他，控制就只能控制君子，控制不了小人，这是老祖宗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嘞。我防得了君子，我防其实就是去采取措施，我防得了君子，我防不了小人，对吧？请注意啊，生活无处不审计。 你不要把它搞得那么高深莫测，老祖宗的智慧教了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拿出来用一下啊，拿出来用。那怎么办呢？常规的搞不定，所以我要了解有没有这个被审计单位有没有针对这个重大非常规交易和特别判断事项设计成控制呢？有没有针对性的呢？针对这个要小人我有没有应对措施呢？对吧？好，比如说。 我们做出会计估计依据的假设是由管理层或专家进行复核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审计单位有没有专门对会计估计的假设有正规的程序呢？小人我们不能不防啊！我们要防我们的制度能够防得了君子，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还想防小人。虽然我们不能绝对保证防，对吧？所以他说：“你有没有正规程序呢？比如说，会计估计的结果是由治理层批准的呢？” 还是有管理层想为所欲为的呢，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对吧？比如说，他又举例了，你比如说管理层在收到重大诉讼事项的通知时，啊、哦，被审理单位已经被告了，你看，收到重大事项的通知时，采取的措施，它包括啊，这类事项是否提提供给这个法律顾问呢？你现在人家就把你告上法庭了，你还大摇大摆。 是不是你是不是寻求法律援助呢？内外部的法律顾问来处理，是否对这些事项的潜在影响作出评估？是否确定在报表中的披露以及如何确定？这里面就有一个危机公关，你都被告了啊，危机公关你就要来啊，进行风险管理，对吧？哎，有没有嘞？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 好，如果大家注意啊，管理层未能控制以恰当应对特别风险，特别风险它的固有风险等级是很高的，是不是？那么我认为存在，我应当认为你特别风险你都没有去控制，我们认为你这个内部控制存在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啊，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呢是十四章第一节的，但是。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它是不是在十四章存在？它很多章节它会存在这个问题的啊，所以它定性叫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对吧？如果是的，我要与治理层以书面的形式沟通这个内容，就是七点五，对于特别风险你有没有控制？虽然我们说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对小人难道我们就不防吗？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防的。你对小人不防，那你你就是躺平了。 对吧？好，我们来看二零二1年考到了，我应当评估为特别风险的是，特别风险的是哪些呢？请注意，其实我们二零二三年的教材就加了固有风险等级最高级，那就是特别风险。但是这是二零二幺年的题啊，二零二三年的考卷，考卷注意了。 二零二三年的考卷，它可能就有一个因素叫固有风险等级是最高级，或者是等于会接近最高等级，那它就是特别风险。但是这是二零二幺年的，不可能有一个固有风险等级是最高级，那个还没有出现的教材就没有了，懂了吗？那么有什么呢？它主主要是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准则只有三种：一个舞弊，一个零价，一个超出正常重大的关联方交易。那我们就看看关联方交易不一定是。 我们是超出正常重大的管理文交易才是啊，会计估计高的估计呢，要评估它到底是不是高的估计，它是有固有风险因素了，但是是不是说它就已经是固有风险等级最高了？不一定，不一定啊。管理层挪用挪用的问题就是舞弊，舞弊的事实那就是固有风险，舞弊就是说审计准则就规定，只要是舞弊的风险或者舞弊的事实，那就是特别风险。 好，重大资产余额、重大资产余额相关的重大错误风险，那么这个不属于啊，只能是说它重不重要，没有说它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高，对吧？好，应当和不应当呢，这里又有一个归纳总结。其实我们学审计呢，要不断的归纳总结啊。好的，那么到底哪些是特别风险呢？各位同学在学习的时候啊，也要归纳总结。 归纳总结的地方呢，跟这个知识点要挂钩。你不能一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啊，不跟哪一章哪一节挂钩，我直接就说特别风险。当我们说特别风险这个知识点是在第七章第五节啊，但是如果我们学到第十三章第一节的舞弊的风险、凌驾的风险，那就是特别风险。你的你的归纳总结也要放在恰当的教材的位置，是不是？比如说第九章第三节，哎，收入确认有舞弊的风险。 啊，那么如果收入确实真的存在舞弊，那么它就是特别风险。还有十七章第二节，超出正常重大的关联方交易，那就是特别风险。当然，也可能涉及到十七章第一节，这个会计估计它的固有风险等级，我认为是最高级，那它就是特别风险，它就要考察固有风险等级的这个概念。对，那么二零二幺年这个题是不可能涉及到固有风险等级的，因为它是按当年的教材来编的。 来考察的，对吧？